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同你哋讲个故事。有一个人咧，以前咧就叫做小红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佢就讲啦，跟住咧，佢咧就行到去呢度落楼梯，佢就落去喺度玩啦，佢就每日都会喺度吹风扇同埋，跟住咧，佢就吹风扇一路玩一路吹风扇，佢就周围碌。 之后咧，佢咧就会叫妈咪玩啦，落咖喱落嚟，咁咧妈咪咧就会咧落咖喱落嚟俾佢噶啦。佢唔可以上嘅咩？上翻嚟呢度，佢咧就朝早要刷牙啦，刷牙咧佢就要刷牙啦，跟住就瞓觉。刷完牙之后咧。 妈妈就会整咗餐俾佢，整完之后咧，佢就慢慢喺度食。食完之后咧，佢食嘢仲快过我爸。食嘢咧，食完嘢之后，佢就会上床玩噶啦。佢又会叫妈咪落咖喱落嚟，咁咧佢咧就会妈妈就会落咖喱落咖喱落嚟俾佢嘅。跟住有时如果佢想坐嘅话咧，佢就会又会叫妈咪啦。咖喱咧。 就可以咁样嘅，咁咧，咖喱咧就要打开先。我头先突然打开咗个特别，跟住咧佢就要坐喺呢度啦。咁佢就坐喺呢度，可以瞓喺度都得嘅。我都可以玩啦，喺度。 其他可以喺度，我都可以瞓啦。跟住妈妈就会笃笃佢个鼻哥一齐玩。跟住玩完之后咧，佢咧会飞，妈妈就会闩翻。跟住咧，佢就会咧企咗喺呢度，慢慢上上上上翻去个床度，自己喺度跳跳跳自己张床。系啦，好似咁样跳。 跳完之后咧，佢就会咧再落公园玩嘅。妈咪就会同佢一齐落。咁咧，佢就妈咪落紧啲落嚟，跟住咧，妈咪就会落紧啲落嚟俾佢。如果想坐喺公园，佢打开一阵，好啦，跟住咧，佢跌咗落嚟就唔使啦。佢咧就要搭啲扶手门，跟住咧佢就搭啲。 落落落落落落落到呢度之后，佢就自己落楼梯落去公园玩完之后咧，佢咧就会自己喺度吹风扇嘅，吹风扇，佢一路吹风扇，你一路玩，好似头先咁喺度玩。 16分钟，跟住咧，16分钟佢就要翻屋企噶啦。佢就会叫妈咪啦，妈咪落咖喱落嚟，佢咧就落咖喱落嚟呢度楼梯前面，落完之后就会想听，想听，有时佢就想坐梳化喎，妈咪咧就挂好咖喱之后咧，原来佢都可以坐喺上边嗰度一齐玩噶，佢坐喺个柜上面。 可以喺度叹细嘅，跟住咧，佢就一路转转转，哦，然之后佢，跟住咧，佢咧，佢就会开个沙发，就佢坐喺呢度。喂，我哋嘅水饺就嚟，我哋嘅水饺就嚟到。跟住咧，佢咧就咧坐喺呢一度，自己睇下书啊，有时都会嘅，佢咧。 就坐喺度跳下个梳化，跟住咧又瞓下喺度瞓夹夹，之嗰阵咧佢都佢玩噶咯喎，跟住咧佢咧就会叫妈咪啦，就会。
就会慢慢自己上楼梯噶啦。我未见过佢细嘅人物，佢好似小不点咁啊。跟住咧，小不点佢瞓完喺度之后咧，就会慢慢喺度瞓瞓瞓。拜拜，下次再见，下次继续讲。